you. I shake your head. I shake your head. The best thing to do is连队在受令执行人道救援任务时，我们由连队长袁将军的指导，我们完成人员跟机务的准备。我们今天是由新竹基地起飞，直飞菲律宾宿务机场，一共飞行的时间3小时又50分。我们两架飞机载运的物资共计33000磅。落地后，我们立即把货物卸载完毕后，直接返国。全体的组员，我们由新闻媒体中获知，菲国的人民断水断粮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本着人机几机、人力几力的精神，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完成此任务。谢谢。是菲律宾在11月8号发生超级台风海燕。
那我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，我们立即跟协调国防部还有其他相关单位，在第一时间用最快速的时间，用最快速的时间募集协调 NGO 团体，然后募集各项的物资。那今天也很顺利来抵达到这个菲律宾宿务这个地方。